本质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偏乡，就是人口外移，然后希望可以制造更多的机会。在这边的艺术发生的终极目的，就只是为了让这个地方被其他的人看到。以外看完什么叫做艺术家？啊，一个维度师傅。大家好，我是《月港风云》的导演卢小宇。其实因为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里面，拍摄这些人物，他们给我很多的生活的一个很多的学习，然后跟感受，然后我会很想要持续的去拍摄，透过拍摄纪录片来做一些关于个人或者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心理探索。这次的作品可以在公司播出，其实对于团队来说真的是很高兴，因为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优质的节目跟纪录片为这个推广的一个很主要的平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支持台湾的纪录片。